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上一节课学习到讲偈呀，第19愿闻名发心愿。修道啊，行安大师有教导，发心为首啊，立愿居先。愿力则众生可度啊，心发则佛道堪成。苟不发广大心，立坚固愿，则重金成劫啊，经历了。像尘土那么多的劫呀，依然还在轮回啊！虽有好心呢，总是徒劳辛苦；虽然有善心呢，但善心感三善道，要发出离心啊，要发菩提心，才能出轮回啊！要念生死苦啊，不再搞轮回了。有志气呀、这一生是最后生了、所作已办呢、不受后有，不受后有就是不再投胎了。不出轮回啊。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纵使升到天界，福报很大总有享完的一天呢。所以修道人出离心要强，不求世间的福报世间有丝毫贪求啊，就出不去了。祖师提醒了，娑婆有一爱之不清，临终被此爱所牵了，所以不能贪爱，对人、对事、对物都不行。那我们看着祖师这些法语啊，随文入观呢、对娑婆啊，不能贪爱哦。哎，那要问问自己了，我现在还有没有放不下的人、事、物？像这个物啊，哇，喜欢的不得了，每天要多看他两眼，不然睡不着觉。我们看古董收藏家，他的镇宅之宝。他们家里最贵重的那个东西，爱得要命，那可能他就被这个古董牵住了，之后投胎可能一投，在放古董的房间里面的蟑螂蚂蚁了，因为离不开嘛，那重点是那个。放古董的地方没有这个人在那里生活就一投到那个昆虫里面去了。像我们出家，喜欢。藏经阁里面的经书，爱得不得了啊！这个也很危险的，到时候离不开了，掉到那个书里面当书虫修行人的警觉性要很高要把这个贪爱彻底放下。
不能马上啊，要越来越淡。啊，其实贪爱啊，自讨苦吃了。啊，三十系念讲到了，诸苦皆从贪欲起。这句话我们能体会到了，那就能离苦了。都从贪欲起了，那我从此对人事物随缘不贪求了，就没苦了。啊，我们当父母，苦从何来？哦，哎，很希望孩子怎么样？有这个求了，孩子没有照我们的意思，着急了，痛苦了，这有求了，或者跟家人相处啊，容易要强了。哎呀，我付出这么多啊！他们怎么这么没良心呢？哦，看起来好像是他们没良心的问题啊。但是啊，这属于学佛外行话了。啊，学佛的人不会把责任推给别人。都是他因为他没良心啊，都是他让我这么生气的。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我们自己的心动了。啊，修行人啊，面对境界要清楚啊，总要把问题的根源找到，才能改善，才能后不再造。啊，根源问题啊，都不在别人。啊，万法因缘生呢。别人只是缘分而已啊，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根源在我们自己了。哦，哎，我们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心态呀，别人不止不能让我们生气了，让我们向上提升，别人障碍不了我们的。啊，所以《金刚经》里面，忍辱仙人啊，释迦牟尼佛前身呢，遇到割力王，哎，他没有嗔恚啊，没有报复的心，哎，他就在这个境界里面快速提升了，啊，因为就在这个境界，忍辱波罗蜜成就了，持戒波罗蜜成就了。提早成佛，啊，本来在弥勒菩萨之后，结果超越了，哦，所以境界不止障碍不了我们，我们善用心的话，在每个境界当中提升自己，这个就是善财童子的心态了，啊，只有自己是学生呢，其他的都是老师，都是善知识。都是来成就他的。哦，所以有同修提到，啊，对别人不容易发脾气，对自己家人容易发，那要把问题找出来问题根源呢，那得自己找了。啊，一天当中啊，跟家人互动的境缘很多啊，我们自己的心念要看清楚了。啊，我们付出有求，对方一定要表现好，要回报，还不如我们所求啊，所期待啊，烦恼就起来了。这修行人关心为要啊，都要从心念啊、心源隐微处啊、深处啊，默默洗涤啊。
啊，关照清楚了，要把它洗涤掉，要把它放下，啊，好，慢慢这些内心深处的烦恼都放下了，哦，那就练成了，任何境界动不了我们的心呢。我们不被境转了，境界就被我们转了。啊，若能转物啊，则同如来。啊，我们往这个方向练功夫了。啊，我们以前看这个武侠片说练金钟罩铁布衫呐，哎，这个拿来用在修行上啊，我们要练到任何人事物都动不了我们的心呢。我们在境界就做得了主能不能达得到啊？啊，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下决心啊，都做得到。当然，这个也不是一触可及的哦，不能做几次啊，练几次了就很气馁了。啊，这个修行啊，是一个过程啊，这急不来了。啊，深处转熟，熟处转深。对，修行啊，一定要改一个性格，太着急了。急于求成呢，要适得其反的。我们感受感受啊，那个一着急啊。就容易上火啊，火气就容易上来了，啊，就容易起情绪了，不能着急啊。所以普贤菩萨坐的是大象，你看大象每一步，哎，很稳，慢慢的砰砰这样走，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所以，为学第一功夫啊，我们求真实学问啊，要降得浮躁之气，定下来，不能着急，那当然看得破啊，放得下，你放得下就不着急了。俗话说的，儿孙自有。儿孙福啊，不是我们能控制占有的，我们只是他的真上缘呢。哦，而事实上呢，我们能给家人最大的帮助啊，是我们做好自己。你看，我们看着他们心都着急了。可能他们只感觉到我们的性格、情绪，那更难给他们好的影响所以要威仪住持，有则德啊。我们一言一行啊，存心啊，都要以身作则啊，他们才信任我们呢。我们的话，他才容易接受了。好，哦，那师长呢，在这一院的讲解，讲解得很详细，从方方面面呢，给我们开解。像上一次，我们学习到了。96页，尤其净宗啊，法门广大无边，不是普通的法门，这个法门三根普被啊，上根、中根、下根呢，都度脱，
那我们佛门有一个词啊，叫相应。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所以能不能往生呢？不是比念的多，是相应。假如念的很多啊，但心散乱，啊，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所以修行重实质啊，不重形式啊。当然，大家听到这里呢，啊，会不会有人起了个念头？哎呀，那黄念祖老居士，那干嘛一天念14万声呢？所以啊，善知识所说，我们要善听啊；善思所作，我们要善观察。啊，他老人家修行这么高了，他到最后都不敢掉以轻心呐。啊，我们修行差他那么远，那更不能掉以轻心了。那是表演给我们看的，不能拿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开玩笑啊，要谨慎呐，啊，要十拿九稳啊，不能掉以轻心呐，这个都要善用心啊。不然不善用心去体会观察了，而且哎，这个跟那个好像矛盾了，没有矛盾了。当然大家假如有观察到有矛盾，这个可以提出来啊，我们可以探讨啊。那这个法门是三根普被啊，那我们的心量要跟这个法门相应。阿弥陀佛说：“一切皆成佛。”那我们要跟阿弥陀佛的心量相应了。就像我们念回向文：“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我们念到这个“同生极乐国”啊，脑子里会不会冒一个念头？谁除外？那个就不相应了。跟这言语跟心不相应了。所以我们学的是三根普被的，那我们对任何人都有耐心，都有成就他的心，哪怕他现在不听我的话，我这个要利益他的心啊没有改变，我可以念佛帮他回向，改善彼此的缘分。总要心同阿弥陀佛啊，愿同阿弥陀佛啊，解同阿弥陀佛，行同阿弥陀佛。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的心呢。这个常怀慈忍啊，这个慈悲心随时在呀。于诸众生是落自己呀、所以一定啊，先要把心量扩开，要以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去爱护别人，关怀帮助别人，成就别人，这个人有资格入佛门，有资格啊修上上乘。这一部经典呢，这个法门是无上的法门，你才有资格修学。所以扩宽心量。那接下来，老人家讲了，入佛门呢，第一步功夫啊，就是断烦恼。
教你念经，教你念佛，一句接一句啊，是断烦恼。啊，你不念佛啊，刚才讲过，不是堕在邪见，就是堕在无明，都是烦恼。哦，我们妄想纷飞啊，这个是邪见的。哎，我们什么都没想啊！哦，你看什么都没想啊。有时候事情来了，也傻傻的，不知道怎么应对，那个叫无明啊！啊，你心里没有妄想，事情来，哎，像镜子一样照得清清楚楚，啊，这个才没有落到无明去啊。这才是因无所住，哎，原来了，而生其心，啊、哦，所以假如觉得，哎，我也没有想很多啊，可能是事来了都顿顿的，那就是无明多了。好、哦，所以这一句佛号啊，既破邪见，又破无明，这一念是正念，是吧？因无所住啊，那破了。妄念、邪见呢？啊，而生其心啊，那破无明了。哎，在境界里面是清楚了，应对了，不是稀里糊涂的。啊，正念现前呢，就是这一句佛号，因为这一句佛号啊，暗合道妙啊，巧入无声呢、啊，哎。一句接一句，妄念进不来啊，因无所住啊。啊、哦，但是每一句又了了分明啊，而生其心啊。所以二六时中不间断，这就是断烦恼了。啊，妄念起不了作用了，慢慢慢慢的烦恼少了。啊，最后能念到断。啊，海贤老和尚念了92年了，开悟了。啊，我们举，可能大家有熟悉的觉明妙行菩萨。啊，他老人家一些法语大家应该很熟。啊，他有一本书，西方确指啊。里面提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教我们念佛的方法。啊，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啊！打的念头死，不让妄念再起作用了，虚如法身火啊！啊，我们的法身就恢复了，巧入无声呢，就入法身了。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呢，这个就入法身境界了，烦恼就断了。那觉明妙行菩萨花了多久的时间入这个境界呢？7天呢？他在晋朝的时候很勇猛，这个出离心很强，一心念佛入了。啊，我们看到祖师大德入了，我们可不要起一个念头，哎呀，我不可能啊，这个念头就障碍了。外面障碍不了我们了，念头啊，自己的念头才能障碍了。啊，我们念地藏经啊，婆罗门女啊，花了多久的时间入了法身的境界啊？一天一夜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他就以自己的神通力就到了地狱去了。当然他那个念的心啊，至诚恳切孝顺啊，
哦，所以我们遇到如是妙法性听闻呢，因常念佛而生喜啊，欢喜念，念这个啊，念佛的时候啊，就是遇佛光的时候了啊，称名时即遇光时啊。珍重此时，莫空过啊！你会越念，身心越清安呢。啊，垢灭善生，身亦柔软。啊，我们修行人呢，要有敏锐度，要用心去感悟。哎，念佛的时候的受用。跟不念的时候打妄想的感觉差很多啊！啊，你在那烦恼打妄想，越想越烦躁，想的都有点呼吸困难。啊，你放下了不想，专心念佛，哎，身心越来越安稳，安稳得大力呀！啊，安稳光啊，佛光是安稳光啊，解脱光啊，超日月光，不是一光啊。好，我们一念念佛跟一念打妄想差别那么大，体会到了，别找自己麻烦了，别自讨苦吃啦。哎，古人留这些成语，都要让我们开悟了。啊，自掘坟墓，啊，自作自受，都不干别人的事了，不干境界。啊，命由我做，福自己求啊。哦，所以不要怨天尤人。怨天尤人就谈不上修学佛啦。学佛首先要什么？深信因果啊。那深信因果了，那现在所遇到的境缘是结果啊，原因是什么？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吗？好，哎，转一个心念，不怨天，不尤人。哎，既然是我前世造的，我现在随缘顺受，逆来顺受，这些恶业都报掉了。但是我往后的人生呢，是掌握在我的手上的。啊，我得用对心。啊，这个用对心就是老实念佛最好了。啊，我一言一行啊，我不随顺烦恼习气的啊，我随顺经典的教诲。那我从此刻啊，我起心动念、一言一行啊，都是积累功德了。那这样命运一定可以改我们当前所遇到很多逆境恶缘呢。都跟业力有关。哦，你看世间人现在考的，心情郁闷、忧郁的人不少啊。那是因为他不知道，哦，哎，这都跟业力有关了，这不能怪别人。理得，心才能安。所以老和尚有教导我们这个业力呢，就像了凡四训说到的，啊，你考第几名啊，那个名次啊，都算得准准的，
甚至于能领多少米都是固定的了，啊，哪一天哪个时辰死都给你算出来了，都是过去生善恶业起现行啊，半点不由人啊，万般皆是命啊。那怎么改变呢？愿力要发出来啊，我们这一批。这一愿，闻名发心愿的愿力超过业力啊，这个命运就转而且啊，假如我们现在处在痛苦当中啊，其实啊。我们家庭为什么成为一家人？很可能都是过去缘分很深，感召来有共业呀。好，甚至于跟你同时代的人，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学校环境都相似，所以我们能真。发愿，真依教奉行啊！我们的命运一转变过来啊，哇！你可以帮助家人呢，你可以帮助可能跟你同时代有相似经历的人。那就看我们有没有这个愿心了。啊，你看刘树云老师，他得红斑性狼疮。他老实念佛听经，他一转，哇，好多生病的人都受到鼓舞了，因为他们有相同的遭遇啊。他在劝这些人呢，这些人很容易接受吧。好，所以这个烦恼即菩提啊。有时候念头一转呢，本来是痛苦的，就变成一种愿力了。而且37念说，须臾被念佛之心啊，刹那即结业之所。我们不念佛啊，这个念头就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了。既然我们这一生已经很苦了。不能再搞轮回了，把这个苦要转成出离心，转念，而且我们要庆幸啊，虽然现在苦啊，可是最起码我们遇到了万德洪明啊，别人还不一定有这个机会啊。我遇到了阿弥陀佛是大慈父啊，我肯回去，他一定接的。哎呀，我可以了脱生死了。OK，我眼前就可以老实持这一句佛号，能灭重罪了。那个还是很幸运的。所以人呢，要多想好的，不要想不好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呢，多想好的，多珍惜啊！遇到这个法门，就人生就越来越好了。你多想不好的，人生就越来越差了。都是自己的心现事变了。好。哦，那师长讲了，心里就没有妄念，也没有无明，就是定慧等持啊。你看念佛的时候，一个妄念就没有定了，一句接一句，字句都分明了，这个就是慧了。
定慧等学。心里妄念不生是定，佛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慧，不堕无明是慧啊，不起妄念是定。啊，我们凡夫最大的病根就是心乱、心杂、心染污。啊，我们刚刚提到了，都不能贪爱啊，不然就被拽回轮回去了。啊，你不贪爱就不会去染污了。好，被什么染污呢？被贪嗔痴慢疑染污。啊，被五欲六尘染污，被是非人我染污。啊，这几句都是修行的重点了。啊，要在这些方面下功夫去放下。啊，把这些都去掉啊，恢复自己的清净心。我们所有修行啊，首先要恢复的就是清净心了。对治烦恼习气啊，我们才能恢复清净心啊，对治贪嗔痴慢疑。啊，布施对治悭贪，啊，忍辱对治嗔恚，啊，般若啊对治愚痴的，啊，谦虚啊对治傲慢，啊，懂得谦让啊，这个信任对治怀疑啊。那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是有如来智慧德相，我们能坚信这一点呢，我们对待别人那个眼神都能给人家鼓舞，给人家力量。你说他现在烦恼习气很重啊，啊，那是不觉本无，本觉本有。好，他做错了，你那个信任没有减少。好，他的惭愧心，他的良知啊，就被我们给触发出来了。啊、哦，所以释迦牟尼佛也给我们做榜样了。啊、哦，你看当时候一个杀了很多人的，啊、哦，要去伤害佛陀，呀，佛陀看到这样的人，也是见他的本性，啊，跟他说：“仁者止步吧。”还是很尊重他。啊、哦，结果那个止步跟止恶的因呢？相同，他一下子感动了，回光返照了，他就出家修行了，最后也证果了。所以不能轻慢任何一个人。啊，他一放下屠刀啊，都有可能立地成佛。好，所以我们恢复自己的清净心。平等心，平等恭敬啊，不要傲慢，决心，好，经题上清净平等觉是我们的真心啊，所以这一本经的经题啊，就点出来我们修行的重点了啊，在这。清净平等觉上下功夫啊！好，我们念佛的目的啊，就是要达到清净平等觉。那第十九愿发菩提心呢，与下面经文
三辈往生，前后照顾，完全相应，啊，前后呼应了啊，啊，三辈往生是第24品。三辈往生最重要的条件呢，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所以一向专念呢，是第十八愿。啊，自心信要啊。啊，很欢喜要往生，啊，老实的念佛，啊，分秒必争的念。这一项专念是第十八愿，发菩提心啊是第十九愿。所以古人说啊，这两愿是真实中的真实，是四十八愿的核心。啊，因此我们修学净土啊，终极目标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望究竟能不能在这一生达到，有没有决定的把握？好，关键就在这两愿。好，所以这两愿呢，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哦，那十八愿一向专念，那我们要检查了，佛号有没有？越念越多啊！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有没有越提得起来？越提得起来啊，就是我们那个求生很恳切的哦。那当然了，我们不能。又产生执着，我要越念越多啊！结果煮饭的时候也心不甘情不愿了啊，做事呢也很不欢喜，所以都不能出现执着点啊！啊，所以老和尚讲了，念佛这个念精心，心上真有佛啊，所以啊。不用思考的时候，啊，这佛号字句分明，啊，必须处理事的要思考了，啊，哎，这个时候啊，专注，啊，用真心去做，啊，那做事也是念佛了，心上真有佛嘛，真心、真诚、慈悲去处理事。那都是积功累德啊，啊，都是念佛啊，哦，所以老和尚那一句：生活是念佛，工作是念佛，应酬是念佛，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是念佛。啊，老和尚接着讲了，几个人懂啊？啊，别人懂不懂？这个我们。不要去担这个心啊！我们得懂啊，我们得理解啊。好，那这一句法语在延伸，你用真心呢，那生活是功德，工作是功德，应酬是功德，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是功德。哦，那这样的日子过起来就。很痛快了啊！大做梦中佛事啊，随缘妙用，啊，你就会欢喜去做每一件事了，不会心不甘情不愿了。哦，那当然，啊，这个一向专念呢，要自己下功夫的。好，不能因为忙啊，变借口了。哦，这一点也是我这段时间呢一直在锻炼的。
啊，我确实事情不少啊，但是佛号不能跟着少了。真的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好，啊，这个已经立秋了啊，啊，这一年已经过一半了。啊，我要往这个1天2万的目标继续迈进啊！好，当然了，那个念佛的次数啊，不要着了相啊！啊，为了达到那个次数啊，念得心烦意乱，那可不行。哎，念佛是为了习定的哦，心不能乱啊。啊，发菩提心，我略略跟诸位提过，通常是以四弘誓愿来解释发心。四弘誓愿就是菩提心具体的表现。啊，不仅一定要发心呢，在修学次第上来说啊，也决定不能违背。啊，修行有次第的，循序渐进的。啊，诸位同学必须记住的。哦，就像，哎，法门无量誓愿学是第三呢，烦恼无尽誓愿断是第二。大家想一想。一个人烦恼很多啊，比方说呢，傲慢很重，你看他去学法门会怎么样？越学越傲慢。哦，所以这个次第不能乱了。哦，所以第一愿呢，简单的讲啊，就是扩开心量。啊，愿闻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我们想想啊，凡夫跟佛到底差别在哪里？佛的心量大啊，大乘经里啊常常赞叹，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诸位同修啊，我们念到这一句啊。要提起来，这是我本来的心量啊！哦，所以修行啊，认识真心，认识自己本来的心很重要啊！啊，你真认识清楚了，哦，我不能糟蹋我的真心了。哦，就像佛经里比喻的，本来是大海啊。啊，结果这个海里也起了个水泡了，现在误以为这个水泡是我了，你说冤枉不冤枉？哦，我们古人形容啊，做大官的肚量大，啊，说宰相肚里啊，可撑船了，啊，撑船需要多大的地方？啊，小小的河流啊就可以了。那佛的心量啊，周遍恒沙世界。啊，恒河沙数无量无边的世界都能容纳。啊，那么大的心量。啊，所以啊，心量大就是觉，心量小就是迷呀。尤其迷在误会这个身是我了，这个心量怎么大，大不了了。凡夫起心动念，都想到自己切身的利害得失，啊，他就是凡夫啊。
所以他为什么是凡夫？佛为什么会成佛啊？道理在此啊。根源就是心量。好，这是大乘佛法，不是小乘呢。啊，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条件呢，才能修学大乘？就是心量要大。心量不大，决定入不了大乘法门。啊，所以大乘有52个阶位啊。啊，第一，初性位菩萨。啊，这是入佛门了，入大乘的门了。啊，他身见放下了，没有认为这个身是我了。啊，这个心量才扩得开了，才入得了门呢。哦，我们现在把众生看作自己了。于诸众生示若自己，这个心量就能扩宽了。啊，心量不大的人呢，虽然天天在这里听大乘法，他所得到的还是小乘，甚至于比小乘还要小，就是人天乘，甚至比人天乘还小，小到恶鬼畜生地狱去了。哦，你看小的多可怜呢、啊！哦，我念到这里，就想到地狱门前僧道多啊！哦，比方我们出家了，喝淡如来家业，自己假如去搞名闻利养了，哇，那这个心量那么小啊，那就要到地狱去报道了。哦，那就太可怜了，那就作践我自己了。啊，小到连一个人都不能容纳。哦，我们念到这里了啊，心上不能有不能容的人了。哦，以前的人听经为什么听到一半就开悟了？因为他听着听着，他就随着这个教诲就放下了，他就开悟了，放下便是了。啊，我们现在听经不能开悟啊，听着听着，有道理，再说吧，以后再放下吧，常常会有以后的念头啊。我看怎么修也提升不了境界了。啊，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啊！啊，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了。师长在讲经的时候讲，放下便是啊，这些法语很有味道啊。好，我们学佛同修啊，不能不知道，否则啊，自己辛辛苦苦学了一生，念了一辈子佛，到最后不能往生呢，还要怪佛菩萨不灵，怪经典胡造谣言呢，那就罪上加罪了。啊，谤佛谤法，罪过就更重。所以一向专念呢，还要发菩提心呢，心量要大，才能成就了。啊，实在是你虽然读经，并没有解其意。经的意思明明白白摆在眼前，你看不出来，误会了。
大家有没有把人家的话听错的经验呢？你体会不到他的心了，当然有可能就听错了。那我们假如不能体会佛的心呢，那佛的教诲有可能也会听错了。所以师长这里都点出来，从根本修啊，就是扩宽心量啊，心是根本的。所以入大乘呢，先要学大心量。这个有同修这几天就跟我说，我讲课哪一天是不是生气了？这个当然呢，人家会觉得我生气了，可能他对我的信任还不够啊。人容易生气呀，就是不能容忍对人家做的事很容易就不高兴了，很容易就着急生气了，不然，其实，在境界里面呢，要体恤别人了，别人做错了，你又生气，他越着急了，越难受了，可能是我没有说慢慢来造成人家误会了。所以适时表达才不会造成误会不过我们也容易犯一个问题都把别人呢想成自己一样了。我们遇到这个情况会生气，对方可能也是会生气的。这个我们不要犯这个问题，这个叫俗话讲的，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们这个心境没有去掉啊，那真的会把老和尚想得跟自己差不多了，会把佛菩萨想得跟我们差不多了。你看老和尚说的，佛菩萨心里连痕迹都不露。所以啊，入大乘呢，先要学大心量，在佛法表法里呀，此意也明显的展现呢，在我们面前。我们入传统的三门，见到的第一个建筑物天王殿。一踏进去了，就看到弥勒菩萨了。所以入佛门，他就给我们上第一课了，大度能容嘛。好，老让后面是这么讲的。中国佛教都是大乘法，寺院道场一进山门，第一眼看到天王殿，弥勒菩萨坐在中央，面对着大门，意思就是说，要像他那样，那个样子，才有资格入佛门。入大乘之门，弥勒菩萨满面笑容，肚皮很大。肚皮大就是代表度量大，能包容。要有大度量，满面笑容，接待一切众生。面上无嗔呢，供养具。所以常常以微笑迎人呢，
在济公里得了，在行普贤行呢，广修供养啊，所以常常提醒自己啊，这个嘴角不要向下，嘴角呢稍微往上顶啊。哎，其实呢，心会影响身体呀，身体也会影响心。哦，你看一般人打坐，哎，首先呢，先放松，哎，从头顶放松这样引导下来，其中有一句呀，这个嘴角微微。上扬啊！哎，你看这个动作啊，你这个动作会影响你的心情了。哦，你看一个人打坐的时候，那个嘴都是翘着的，你说他能放松吗？好。这个黄念祖老居士有讲喜忍呢、啊，哎，这忍还能欢喜啊，修忍辱还能欢喜啊，关键就在，他欢喜接受啊，每一个人来到他的生命中，哎，都是来成就我的，那见谁？谁都欢喜，都高兴了。所以弥勒菩萨代表啊，生平等心，心量很大了，平等心啊，成喜悦相，笑口常开啊。旁边四大天王啊，是护法神。提醒我们要护自己，首先要护自己的。这个也是次第哦。是弘誓愿有次第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有次第哦。身修而后家齐，我们自己都护不好自己，怎么去齐家？我们脾气都忍不住了。那说要去利益家里人，那就很难了。我们脾气忍不住啊，每天就恼害家里的人啊。所以四大天王啊，也是表法的。东方持国天王代表负责尽职。印光祖师强调的敦伦敬分，其实一个人呢很讲道义啊，他就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啊，他敦伦敬分呢不会怨天尤人啊。我们也遇过很孝顺的人，照顾父母啊，十几年、二十几年都有啊。但他觉得他应该做的，他一点都不抱怨。抱怨是因为比较自私自利纯是道义的心啊，就是想着，我做的不够好啊，不会抱怨的。所以负责尽职，是东方持国天王表的。每一个人皆能尽自己本分的职责，前途一片一定光明，家庭一定兴旺，国家必然富强。只要人人站在自己的本分，把自己的本分工作做好，真的，国家社会就安定了。
孔子这个孟子有讲啊，人人亲其亲，哎，每个人都孝顺父母，长其长，都尊重哥哥姐姐，爱护兄弟姐妹，而天下平。每个人心都有孝悌，他的家就安定了。家又是社会的细胞，每个家都好了，社会就好了。哦，所以都离不开本分呢。啊，男方增长天王啊，代表精进、增长嘛，日新又新。儒家说啊，这句话是商汤。他在洗脸的啊脸盆啊，刻了9个字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啊，这个汤王啊，要刻这9个字啊！啊，诸位同修啊，你看我们需不需要啊？汤王是圣人啊，他都得要这样提醒自己了。哦，所以啊，我到了香港协会啊，哎，他们啊端了东西过来，那个茶杯啊，就写了4个字“常念师恩”呢。哦，你看这一看就提醒自己一遍，这都是熏习呀。哦，所以现在。啊，做很多啊，这些生活用品啊，哎，都加了文化的元素，一些很好的法语都能起到提醒的作用。好，所以苟日新啊，就是下决心了，我这一生要了脱生死了，不再搞轮回了，这叫苟日新呢。日日新呢，每一天都要进步，没有知少为主啊！你不能修了一段时间，哎，我比张三好多了，我比李四好了，这样就够了。都要以佛菩萨为目标了，不能跟张三李四比了。这样才能日日新，不会知少为主。啊，又日新啊，就不半途而废。哎，行百里路，半九十啊。修道人也是这样哦。啊，能够兼之又兼，久之又久啊。直至啊无上菩提的，这个才是真道人。哦，所以不能这个半途而废啊，不能沮丧，不能退缩。哦，所以啊，不断的求进步，因为不进则退。啊，由此可知啊。大乘佛法永远走在时代尖端呢，哎，这南方增长天王不能跟不上时代啊，跟不上时代怎么度众生呢？啊，所以老和尚给我们表演了，他很早就用啊这个网络教学了，啊，卫星弘法。啊，所以永远领先领导时代，岂是落伍啊？哦，而且有佛法就有办法啊，所以我们佛法用出来，解决现在种种问题呀。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
代表方法。要用什么方法达到富则净值，日新又新？西方天王教你多看，北方天王教你多听。正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就真实的学问。哦，你看我们敦伦敬奋呢，多看多听啊，把人家的优点都学到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呢。哎，人家的缺点我们能避开了。哦，那这工作就越做越好了。哦，我们多看多听呢。做人做事啊，的智慧就不断提升了，就才能把自己的本分工作做得尽善尽美，所以参学取人之长啊，避人之短啊，所以大乘佛法里啊，一切佛菩萨的名号塑像。都代表教学的意义，完全是用来表法的，艺术化的教学。所以我们每一天点香，供水，这个都是教学啊，不能做成形式了啊。每一次端着那杯水啊，我要清净心啊。我要平等心呐，那水都是平的了，水可以洗涤呀，所以要清净心呐。点着香，戒定真香啊，好好修戒定啊。这个香也代表守信诺啊。你看这个香飘上去了，传到阿弥陀佛那里，我答应他老人家要去了，我不能食言而肥了，普令闻熏呢，善根皆增上，你看随着点香，自己的心量也在打开啊。都是表法的。那我们一言一行啊，也要懂得为人演说，给人家好的榜样就是表法了。有这样的心境啊，哎呀，我一举一动啊，都要给晚辈好的影响了。那就不容易随顺烦恼习气做事了，有责任感了。我们现在啊，不懂得这个表法的意义啊，就把他们当作鬼神来看待，这个很冤枉了，错过了这么好学习的机会了。那佛寺的建筑啊，是学校与博物馆融合在一起的结构。我再呼应一下前面啊。这个四大天王叫我们多看多听啊，没叫我们多说啊。话不能太多。多看多听啊，谨慎的说，少说。话说多不如少啊。其实修行人要有自知之明。话很多啊，代表心不定。这个格言
别录里面有一句话很有味道：信不足则多言。自己信心不够啊，怕别人不够信任自己啊，就要讲很多。啊，说实在的，讲越多啊，人家越烦了。哦，你看，从自己的行为可以关照到自己的心呢。啊，事不足，见识不够啊，则多虑。你见识不够啊，什么事情都容易担忧。哎呀，会不会忽略了什么啊？会不会没有考虑到哪个角度啊？会多看多听啊，增长见识。微不足啊，则多怒。哎，为什么？威望不足啊，就感觉别人不够听自己的话了。多怒就是要用言语把人家压下去了。所以这个不是真正的威严啊，道德之威啊，你生气的这种强势啊，这个叫爆茶之威啊，会让人家越反感而已啊，不会对你越有威信尊重。好。好，我们把这一段讲完啊。寺院建筑啊，学校跟博物馆融合在一起啊。用今天的话说啊，就是艺术教学。好，我们听完这一段呢，不是说我现在赶快跑到寺院去啊，你懂得它的表法了，你再把它延伸呢，六层都在说法。是在提醒我们了，正面反面都是提醒了，我们养成受教的态度了。啊，世间法理啊，学校与博物馆是分开的。佛教教育与博物馆是结合在一起，近代大家才讲求教学艺术。殊不知啊，佛法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落实了艺术的教学。佛教的一切设施都是为了达到教学目标。这是佛菩萨祖师大德用心良苦啊，抓住每一个启发我们的机会啊。所以大家也要抓住机会啊！啊，下一次刚好跟亲戚朋友到佛寺去了，啊，你就要好好讲解天王殿啊，讲解佛门这些艺术化的教学啊，啊，不要到了这种机会了，一句话也不吭，啊，那就是学了没有用了。尤其啊，种因才能得果。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所以要把法布施变成习惯。即使是房舍的建造图样结构，都含着启发的教育，这才晓得啊，佛陀教育真的是尽善尽美。你把这个原理原则用到家里面去啊，那你们家的装饰摆设这个境界就不一样了。啊，古代很讲究的哦。你看那古代的建筑啊，
出门那个门那个墙上啊，刻的扇子，提醒我们出门就要行善了。啊，家里后面的墙啊，后院的墙啊，刻了叶子，提醒人要落叶归根了，不能忘本了。哦，这我有参观过的哦。哦，那个门前的墙上面刻了"梅兰竹菊"啊，是君子啊，出门要交善友，交君子啊。哦，所以大家这个房子的摆设啊，假如融进去了，哦，那你家里的人每天都在这些摆设当中熏习了。哦，我那一天看到啊，我们游本昌老师啊，他90岁啊，被颁终身成就奖。他说：“他每一天早上起来，看着一段画，用艺术画倒人心呢。他每天睁开眼就看到这一句了。哦，难怪他能有这么高的成就，他时时不忘。他从事。”艺术啊，从事演艺工作的目标，好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抱歉有点超过了啊，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